狮子头乱七八糟怎么办？别怕，交给他处理。中长度电卷的女生呢，一定不能让头发扁，所以呢，我们有这个类似像小喇叭的东西。小喇叭。对，因为假如你没有放，你没有套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它那个风筒吹出来的风度太强，它会把头发给打乱，会打散。所以呢，你放上这样一个东西呢 ，OK， 它就可以把那个卷度给保留。接下来呢，你们的手指。可以放进去发根的地方，然后拨松它，但最好还是要擦上一些造型品，让整个发型看起来更加的立体，卷度越松，那个造型就更好看。哇，狮子头没有了，卷发很立体，乱乱的头发，拜拜喽！变了这样一个中长度卷发的女生呢，要记得啊，不要好像以前直头发时候 ，OK， 很惯性的动作，可能看到帅哥就要拨一拨，去梳一梳这样子。现在呢，你们要把你们的惯性动作呢，从梳换成扎或者是拨松它，对。然后呢，记得千万不要让头发扁它，因为这个长度呢，头发一扁它了，你就很糟糕了 ，OK。然后记得一定要擦上相关的定型品，然后呢，不要用太过滋润的洗发水。还要提醒大家是勤劳洗头，不然呢，头皮一出了油，一扁塌了，这个圈就不好看了。谢谢收看，再见喽。